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金门的特色小吃七饼。七饼啊，又称为擦饼、婆饼、薄饼，哎呀，其实就是润饼啦，只不过跟台湾本地润饼做法稍有不同。金门当地呢，会在重要的节日，像是春节、元宵节、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冬至等重要节日，用七饼来祭祀祖先。所以每年特定节日，我的婆家一定会包七饼。内馅通常采用当地新鲜食材，比较特别的是会加入金门的石稞，满满各式蔬菜，配上五花肉跟稞的鲜甜，很容易一卷接一卷，欸，真的超好吃。不只是节庆，平日也可以吃哦，可以让全家多吃蔬菜的好方法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咯。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请点开资讯栏。当然是要有主角润饼皮啦，之前有分享过做法哦，想自制的一定要搜寻一下，有不同做法哦。专业的做法一定要搞一团面团，可以在手上把玩，之后用擦的方式就可以擦抹出润饼皮了。因为重点实在太多了，这个只是快速的复习，想完整学习做法的话，一定要看一下擦润饼皮的那一片，不然至少要学一下简易版的方式。不吃面粉的我还分享过低碳版哦，这个大家都可以善用 YouTube 的搜寻，这个多练几次保证会越来越上手。懒得自制也可以用市售现成的润饼皮。接着来准备内馅的部分，其实主要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、新香料，通常一定会有豌豆，所有食材请自行清洗干净咯。豌豆可以先剥除老的丝，另外这个是五香豆干，也是切成细丝。另外准备一点带皮的五花肉，可以先蒸过或水煮过，这样也比较好切丝。另外没有金门的石稞，就买市场一般的青稞就可以，也是彻底的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就可以，等等直接下锅炒就可以。先把所有清洗干净的食材切丝或是切碎，我觉得丝偏细一点口感比较好。这个擦饼菜讲究的就是细薄精美，刀工细致，色彩缤纷。芹菜、青蒜、青葱都是切成圈，另外就是非常好吃的高丽菜，也是把它切成细丝。葱的部分我用比较嫩一点的猪葱哦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五花肉带点油花跟皮哦，添加一些油香味，也可以凸显出来蔬菜的鲜甜，想改肉丝也可以。另外是红萝卜刨成细丝，也有人会煎蛋切丝。我们先热锅热油，这里有个重点，就是所有食材要先分开来炒，传统的做法就是要分开来炒，可以先炒完五花肉不用洗锅，起锅之后呢再下其他食材分别炒，主要就是因为传统要祭祖嘛，会每一种食材单独来祭祀，反正就是每一种食材先分开来炒，可以先都不调味，直接用油炒香就可以。食材上面也可以有些变化，有些家庭呢会放韭菜，甚至是香菇、笋丝、木耳都有人放，大家就自行选择喜欢的食材，就记得先分开炒拌就对了。炒红萝卜的时候呢，记得要加足量的油，不只是好吃，营养素还会更完整的释放哦。特别是它的贝塔胡萝卜素，脂溶性的，搭配上油脂，营养素更好释放。炒完每样食材，基本上都可以不用洗锅。高丽菜也是快速的翻炒一下，豌豆呢也是，豌豆在这里面的效果很好哦，特别清脆。其他的青蒜、葱花还是芹菜，也都是分开炒哦。大火快炒一下，香气整个释放，就可以起锅备用。最后是青稞的部分，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处理，基本上就是食材新鲜，怎么炒怎么弄都好吃。这个青稞也不需要加酒，不需要加淀粉，直接大火爆炒一下，就直接炒到整个香气释放，会释出一些汤水，这个是精华，非常鲜甜。最后把所有炒好的个别食材全部混合在一起，没有谁先谁后，就全部加在一起，但青稞的部分最后加，因为分量有点大，我们可以拿两个铲子一起拌比较方便。这个阶段就是把所有食材均匀混合，差不多后我们可以加点胡椒盐，我喜欢白胡椒粉，可以加多一点，然后淋上些许的冷压芝麻油提个香，再次把所有食材跟调味料混拌均匀，也可以尝一下味道。然后这个料呢，有些家庭会喜欢焖软一点，有些喜欢吃比较脆口的，就看自己的习惯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软中带点脆，但还是保有豌豆的青绿色，我觉得比较美。
最后加入炒好的青稞，再把整体给拌匀。这个青稞的鲜美真的有画龙点睛的功效，不用加味精，整锅就很鲜了。整个炒拌均匀就可以起锅备用，切饼的料就完成了。准备好一张润饼皮，如果你擦的润饼皮比较小的话，可以准备两张。有些家庭会煎点蛋皮切丝，然后垫在底部，可以隔绝一下蔬菜的水分，让饼比较不容易破。但我觉得现做现吃现包，只要不把汤汤水水加进去，其实不会破的。也有人会在菜上放一点拍碎的贡糖，或是压扁的玛瑙都可以哦。但我觉得单纯吃就很好吃了，所以我没有加其他。包卷的手法也没什么特别啦，就按照影片能够把料包起来就好咯。也可以让想吃的人自己 DIY 自己包，也很有意思哦。超美味的金门润饼七饼，等你交作业咯。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